最简单的，全部都问号，然后来了第一次角色，我们就打他吧。来吧，看这一场第一次角色来什么，我们在想要玩什么。加多点运气，病人。啊，可以吧？来吧，病人就病人吧。病人再加上这一只，可以。我就先锁了。不对，我拿错武器，我才发现到。来吧。不会击啦，你要相信我。哇塞！刷新，我们拿远程伤害，我就拿一点范围好了。这个拿起来，天哪！敌形图中会转换的话，其实又不太好哎，是不是？想想一下，好像也有道理。刷一下，爆炸伤害不会用到，刷。探险家也不会用到。完了，这一场一来就病人。怕不是有什么大病？你要相信我，能赢的吧？妈，应该吧？也许、或许、可能、maybe。收获结算，好，拿点运气，我看运气能不能变好一点。刷，购物狂，不要刷。哇，口袋工厂怎么出现在这里？小孩也没用。病人，你说吧，病人，我要怎么办？病人，其实病人还有什么效果啊？我都忘记了。好，没事。哦，对耶，小孩可以吼。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对对对，你说的对。这个不可以拿，这个、不可以拿，我才要点下去。我在想什么？那看看，等下能不能再刷回来呢？小孩，疤痕药，士兵其实也不错。可是这个还是每升两级才会开一个蓝位耶，会有一点危险耶。就变成我们一开始可能等一下我们买它之后，我们就变成两个蓝位，然后武器全部不见到完，会吗？会这样吗？我们可以试试看。没有啊，你买完你买它之后你就变成一等了啊，所以这个已经不是。我要不要留意我等级的问题了，而是看他那个被动会不会被吃进去而已的问题。OK， 这不要，这可以拿。这边我觉得再来一点运气，远程伤害。合成，刷，刷，兔兔应该不需要太多，优惠卷可以拿，再买一个冲锋枪，那阿娜们，
一只扣血，一只爽。运气吧，希望说我们运气能高一点，然后可以拿到一些好东西。来吧，孩子，哦，不会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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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可是他也不会加，收藏家吗？其实收藏家我觉得还行而已，算。背包可以拿，幽灵不要，军火商不要。哇，我的受伤加经验这条东西就好扯哦。肥料我们拿嘛，烂鱼你不需要。OK， 远程，深渊，远程，深渊，啊、刷新，远程。好啦，生命结局在哪？一点点，铠甲可以拿一点点优惠。这把必要，冲锋枪，这把，恶魔不要吧。孔雀，有谁能拒绝孔雀呢？我们现在需要找一些哦，巫医不错，巫师还是巫医不错。那个 Leech 的中文叫什么、啊？巫医，巫师。就那个扣血还是细血的时候，会对随机敌人造成他总血量的那个伤害那一集，我忘记叫啥了，我都忘记了。巫妖啊，好像叫巫妖，完完全全忘记了。学必要，这可以拿。刷新，加多点伤害。刷新，远程伤害。好了，我们拿一点攻速，我们攻速好惨哦。就想这一个，再刷新。我没有暴率吗？我们暴率其实没有很高。刷新。哎呀，有没有一些好东西呀？仪式可以拿。幽灵，我觉得头巾可以拿，结果还是回到士兵，是不是？不要啦，不要士兵啦，有没有其他的？我真的好想拿其他的哦，可是他都没有出现。沙发升级武器了，是这小孩随他升级的时候会给你那个道具栏，然后会给你随机武器。
个不需要吧，这也不需要，这个可以拿一个，加攻速一点可以，加多点伤害，加多点远程刷新，加多点攻速，加多点伤害刷新，加一点回避可以，拖地先拿，刷宗师，宗师也感觉还行，刷医生，不要投资人吗？投资人感觉没有什么用呢。喂，好像可以，是吧？我们存800块，我们就可以一直。喂，宗师哦，宗师，对，宗师你要买一大堆武器，然后就是大概就是两个相同武器能触发到的话就可以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拿其他武器这样。我们肯定拿嘛，对不对？拿一点护甲没有问题。这边我们刷一次星，什么都没有的话，那我们拿伤害。这边我们刷一次星，再拿更多伤害。这边我们拿远程伤害。这边我们刷一次星，什么都没有，那我们拿运气。这边我再拿更多远程伤害。这边我们拿一点运气值，拿多点的伤害。这边我们拿更多远程伤害。这边我们再拿更多的运气值。OK， 对。然后开始卖武器了，我们武器好像有点砸刀。把冲锋枪，王冠应该没有用到了。好像就先这样呗，我们就先不花钱，因为我们这边需要扣。我们还是需要小猪铺满诶，这样的话，对不对？你要看有没有掉，你要看他给不给我小猪铺满，我需要你。等等，直接给你角色，干嘛带有小猪不满的角色吗？好像也没几只吧。这个可以拿，叛徒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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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叛徒拿起来他就会死人。再拿多一个银石，这边我们就不拿了。
这游戏是不是变得好像有点简单？这个哪吧？那个好像没差，是不是？好吧，加多点速度吧。外星城市可以拿。刷新树木，刷新，我在看我到底要拿什么东西。刷新信徒吗？信徒没用到吧？刷新斗士，刷新八爪抓，节俭，节俭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一开始就有二十多，要吗？看吧，会给你角色。你嘴巴是开过光是吧？简单啊，这游戏一向都还算蛮简单的一款游戏。我再讲下去后，我觉得你要打死我了。你要玩的是你的难度，你一定要比，有道理。加零跟酷酷，可是他加五十八道具价格哎、欸，很痛哎、欸，我又不太想打他了。那五十趴，要吗？找安娜 U， 我们再刷一下好不好？再刷到他出来，我就拿他。这东西好像更香哎、欸，是我错觉吗？我倒觉得这可以，这个拿，这个拿，刷再生药水，我又没有生命值。哦，来了，存钱罐罐 ，Let's go！ 我一有一千多，可是我只能花到剩下八百啊，我不能全部花完啊，我全部花完我就没办法有收获点算啊，没办法收获点算我就没办法更多钱啊，是不是有道理一点？需要到二十等，求点难。这个不要吧，算多一次，范围加一点铠甲我就可以。还是我们先不要锁。等下看他再出什么东西，我再决定好了。公牛肯定不行。暴君，其实暴君还蛮香的。又回到节俭。我就幼儿可以拿。骑士没用到。农夫也没有，又回到游侠了，行呗，手呗，那就游侠呗。
有时候人要看清事实。不要不要，我不想再打无尽模式了，我真的觉得无尽模式打起来真的有点无聊，还不如开多一个新的一局，这是我个人想法。好扯，那子弹我要撞人都撞不到欸，等一下，这太过分了，他不让我撞人。这哪杯这不需要刷多一次加伤害，加远程。你刷，你不需要刷，你们都不需要刷。三角之力不能打，打了我觉得我就要下去了。第四镜可以打刷，八门再多一个刷，仪式可以，肥料可以刷，最后一次。好，来吧，游侠，我又回到一等了。好莫名其妙就九等了，所以游戏要加多少啊？50%，我目前陨石才94%。50%什么概念？大概是不是帮你把那个？帮你把那一个那个叫啥冲锋枪的那个东西给盖过去吧，因为冲锋枪只刺50%，对，他只刺50%，他到后面才是70%，所以50%加50%等于100%，20倍，那差不多。我莫名其妙13等了，有没有什么头绪吗？这个不要不要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运气呗，刷范围，刷了一次，远程伤害，伤害范围，我有点想打范围，所以我可能会一直打范围，伤害。刷新伤害范围，刷新伤害，刷新收获范围，刷新范围。水熊虫没有用，水熊虫很没有用。和平主义者就算了，南瓜要拿。这对我加范围，我有点想拿哈。工程学没用到，受虐狂，受虐狂，受虐狂，你们有想法吗，各位观众？我们要从头到尾受伤，受到底吧。哎，我不能刷了。想不到25等、啊、好像有道理。哎呀，他这受虐狂早点来的话，我就不会打投资那一位同学了。
我错觉还是怪人有一点点的少。他会只是不见了，是这样讲吗？章鱼可以吧？拿着，水熊熊不需要。水熊熊在这一套里面就是一个笑话。进去范围可以拿，另一个位可以吧？反正都看到了，就拿起来。哦，这把我其实可以考虑拿不拿，锁这些吧，没有钱，王不见了，好扯哦，这样打。十六把枪的射速，这太扯啦！土豆哪嘞？加攻速，加伤害，这个我们拿起来呗。豆豆老师可以吧？算了一次性，没有，冲锋枪，好，可以的，走吧。就他最特别，哎、欸，我们真的达不到二十五等哎、欸，好可惜哟、哦。等一下是不是可以把钱花完？是的，我追过了，当然是可以把钱花完。一直射一直爽，这必要范围。远程伤害刷新，刷多一次啊！好，那伤害好了，刷新，我们这边可以把牛花完了。冲锋枪，行，多一把冲锋枪，冲锋枪，完美完美完美，哪次不哪对不对？拿一个孔雀，增加难度。买个兔兔，哦哦，手手，哇，他莫名其妙来一个手手，他莫名其妙来一个手手就不用玩啦、啊，对面有没有？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